那你说咱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嗯，你们两个今天是谁要表白？我要帮他表白。不是你要表白吗？哎呀，我知道你喜欢杰哥，你不好意思说，我帮你说就完了呗。不是哥，你哪只眼睛看出我喜欢杰哥了？欣欣不是说你有喜欢的人吗？不是他还能是谁呀？我喜欢的是……谁呀？哎，算了，你根本就不懂。 好，那这样，男生你先转过去，转过去。哎，对我干嘛？别偷听啊！把耳朵闭起来。你要是喜欢他的话，你就点头；不喜欢就摇头。听见。啊，你站过来吧。说啥了？啊，说啥了？刚才要你管。你看，稳稳告我呗。说啥了？啊？说你脑袋被驴踢了。你看你又骂我。就骂你，就骂你。 怎么了？我这都好心，你说你……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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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。那我单独采访一下你们，可以吗？嗯，你们两个认识有多久了呀？大概七八年了吧，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。哎，我感觉你装束有点花了呀。我补一下。你觉得他人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啊，不管是外貌啊、人品啊、性格呀，都很不错。你喜欢的怎么不告诉他呀？我觉得我已经够明显的了。 也不知道他真傻还是假傻，他还要帮我跟别人表白，我也真是服了。他这么好的话，你觉得你跟他概率有多大？嗯，0嘛，因为我下周就要去深圳工作了，以后生活上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交集了，所以我想在走之前能找个人照顾他。我在外地也不会对他那么不放心。那要不帮你们撮合一下？也行，就是，但是千万别太过，我怕我俩。 朋友都做不了，然后你就要帮他表白杰哥。对啊，因为他跟杰哥在一起又细心又温柔，就是跟我完全不一样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，你该不会吃醋了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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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有没有，是我俩是纯哥们儿，纯友谊。我刚刚了解到你们快异地了是吧？哎，你这搞得好像我俩谈恋爱一样呢。那走之前你们有没有打算去哪里玩一下？你想去哪儿？ 你去哪儿？我去。这么好啊！去三亚怎么样？比较暖和，而且你不想看海吗？那现在呢？有两个挑战，都完成的话，我就送你们两张去三亚的机票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第一个挑战就是女生公主抱男生，然后对视十秒钟。我抱他。他抱我。行，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 哎，你一会儿给我，你一会儿整医院去了，给我。太沉了，太沉。我抱你吧，要不？抱我呗，要不？怎么抱？这样吗？来吧。哇！天哪，力大无穷啊！十、九，我们快点吧，我感觉他有点火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八、七。 才七呀！六，快！加油！好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哇，可以，可以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该适当减一减吧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第二个挑战呢，就是壁咚鼻尖碰鼻尖，对视十秒钟。太近了吧，有点。没事，又。 又没亲上，再说了得机票了。来嘛！嗯，行吧，反正以后也没有机会了。啥？没事没事。好，那你们准备好可以开始了。哇！哇！一上来就这样。鼻尖，这样对上。好会哦！干嘛亲我呀？二一零，没有。 好，那你们准备好可以开始了。哇！一上来就这么低，这样对上，好恐怖哟！十、九、哎呀，玩游戏这么开心吗？七、六，哎呀呀，有三、二、一，零，没有。 亲我干嘛呀？你说我干嘛亲你啊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还不知道我的意思？啥意思啊？
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咱们两个现在是什么关系？朋友，哥们儿。我都做的这么明显了，你还说咱们是哥们儿关系？哦，原来你喜欢的是我呀？要不然呢？全世界都知道，就你不知道。那你平时还跟杰哥走的那么近？我跟杰哥走的近，那是因为他喜欢我闺蜜，那他不得讨好我，了解我闺蜜的喜好吗？那你不早说，害我自己误会那么久。那你说咱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现在知道答案了吗？知道。啊！气死！如果下周去深圳的机票多一张的话，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好，我跟你走。但是我要是去了深圳，我住哪儿？肯定是我住哪儿，你住哪儿了？你这么着急啊？刚去就同居？哎呀，不是那个意思吧？我不得对你负责任吗？不得照顾你吗？那现在你是我男朋友的情况下，应该有点什么样的表现？果然啊，主动才会有故事嘛。那屏幕前想认真谈恋爱的，一定要用牵手。小众软件质量非常高，上面还有个叫牵手答案书的测试，可以查看我们太阳、月亮、上升星座，适合什么类型的异性。我试过了，没有问题的。你们也可以用牵手测一下，命中注定他什么时候出现吧。那好，那在面对我们镜头拍一个合照吧。好呀。